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，先来欢迎大来宾黄明志所带来阿嬷的话。在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，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嘛常常带去游戏，看人咧佚佗，看人咧办公会啊，看人咧踢小锤。伊常常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啊读册。趁大汉像恁老爸遐尼啊狼狈哦，在迄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嬷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大了后，才知影阿嬷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，想着。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常常拢会予人真难过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常常拢会想着伊。阿嬷，你今仔叫你一声阿嬷。